给我摔倒吧，小三，给我趴下，阿三，再给我趴下。喂，唐三，我跟你没完，帮不帮你说句话？那你说嘛，你不说上来就是摔我。哎呀，忘记说事了呀，帮小五高跟鞋比赛拿到第一名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欺负你一次。好吧，只要你不摔我，这都不是事，我现在就去帮小五。臭小五，唐三刚刚为了让我帮你竟然摔了我很多次，为什么唐三要我帮你还要让我帮你走到终点拿到第一名？因为我是斗罗大陆里最漂亮的人啊，他们都很喜欢我的。凭什么是你最漂亮？难道我就不漂亮吗？你有多受欢迎让我看看。那好吧，我就表演一个舞蹈给你看看，你可不要吃醋哦。喜欢小五妹妹点这里，这里跟小五交朋友，为小五加油。就你这样的还是最漂亮的人，我感觉也就一般般吧。算了，看在唐三的面子上就不为难你了，让你的关卡简单一点，不然你拿不到第一名，臭唐三又要偷偷的甩我了。谢谢三哥能帮我，也谢谢有这么多的小可爱支持我，还有比比东也要谢谢你帮我，其实你也很漂亮的，就是心眼太坏了点，下次不要欺负我喽。